歌队嘛，我们一个歌队就是改一改，就是说那个演那个马德公司，但歌队还是有的，歌队还是在的。就我们是以前马德工人在干活的时候喊的口号。对，湖北宜昌那个长江边，对对，长江边的，对对，长江号子一样的。对对，他们也喊的。他们也有，对，吴彦祖他也唱过吧，一个这个一个号子吧，叫长江号子。对对对，他也唱过，比如说一个很长的那个钢材呀、啊，就是钢板啊什么的，它就一边对称。如果说八个人的、十几个人的台，他说都喊一起喊口号的，不喊口号他起不来同步。起不来啊、哦！一定要同步的，懂吧？对，他是从这个码头卸货卸下来，然后再抬。这个以前那个码头那个他那个粮仓啊，你看队伍他都是粮仓呀，队伍有粮食啊，他粮食他以前就是他那个用那个麻袋装的，一袋一袋的要扛吧。要扛到从跳板上，那一袋多重？那很重的，100多斤，最起码200斤。200斤，两个人抬哈，哎，都扛下来。扛下来呀、啊，不是抬下来。因为船上面跳板，从跳板走，那是以前解放以前，它是没有这么大的船，海船，它都是那个稍微小型的，它那个要抬下来的呀。哦，这意思嘛。马德文化它属于那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哎。那么定下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定海街道。它是传承的单位，哦，因为定海街道它那个周边就包括我们这里，它因为以前它那个沿着的黄浦江，它那个都有码头的呀，对，很多呀，对，它那个特别解放以前，它那个码头那个到货了以后，比如说粮食啊、煤啊什么东西啊，都是靠码头工人那个肩扛啊、挑啊，它都是这样的。它又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码头号子，码头号子怎么会有就这意思，就是还有搬东西、抬东西，就他们自然而然就产生那个一种文化，就这个码头工人，他来自那个许多地方的，他有湖北的，有宁波的，还有江苏的，他都有每一个那个就地方的那个。喊的那个成分，那口号还是不是还不一样啊？口号还不一样，哎，还不一样。哦，哎，当时就是会不会，比如说武汉的工人跟武汉的一队，然后河南的跟河南的一队，这样吗？哎，对，他，哦，他就这些人在一起的，他们的叫的口号呢，那个号子呢，跟苏北人的号子呢，他又不一样，你知道吧？他就是这意思。哦，原来是这样。那您这儿表演的话，它是各种口号都会喊吗？还是主要喊有的？我们那个有苏北的，有宁波的，四个人的领唱的，两个人领唱的都有，都。您现在还有这个定期去演出吧？现在还去吧？这段时间没有啊，因为那个疫情的。对，疫情期间，其实不是疫情的话也有演出的。不是疫情有演出的，我们演出的，我们那个到那个。启东啊，南京啊，他那个属于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交流，长三角那个地区，他那个联合的汇演，前两年也举办过。哦，主要是长三角。哎，主要是那个联合汇演嘛，他们邀请我们。对。我们杨浦区那时候前两年也举办过，也邀请那个其他地方人过来也一起参与。就因为这都是群众性的，群众性，他那个物质文化遗产那个一种汇合汇演，就相互大家那个借鉴呐、或者去搞点那个群众文化的那个活动，就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推存下去，他这个意思。平时一场演出大概多久呢？时间？一般的十分钟左右吧。我们排练的时候，平时排练的时候呢，就很早。这一年比如说就把那个十首那个马德号子都要就背下来，背熟，再排练，就熟了以后就是区里面文化馆就是有需要，因为我们那个本来原来是那个属于杨浦区文化馆的，直接属于区馆的，后来呢区馆再下放到定海街道，现在主打就变成街道了。一般有民俗活动的话，一般我们也都会过去的。现在也去。也都会来叫我们。那个每年那个市民街道，他都有一个
就是闹元宵，他也、哦、闹元宵、嗯、他也是属于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个项目、嗯、他每年都有哦、我们他们也邀请过我们去过，是吧？我们去了三次了，因为我整个还没出来，整个他把那个音乐伴奏连在一起，前面配有朗诵，哦，还有段子，哎，就是介绍以后，我们再演出，那气势蛮好的，对，还是可以。我说你们这些岁数多大了？哦，声音很震撼的，对呀、啊，他音乐配得好，对，音乐也好，你们表演的也好。哎，他那个节目那个创作那个曲子那个创作是原来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作曲系列的那一个老师叫何小生。哦，何小生。他原来上海群众文化艺术馆，他也做过副馆长吧。哦。嗯，他就是通过那个到码头采风体验生活，对，把所有的码头号子他都整理出来，经过加工。对。作曲编曲，对，一共有100多首吧，多的话可能200多首300首，到我们这里，到我们接到我们现在已经搞了30首，嗯，还有许多没搞，还没搞，也蛮多的，100多首，蛮多，很难搞的，因为嗯，因为就是通过艺术的表演，他那个。就艺术把情感表达出来。哎，还有的艺术表演，他要通过那个码头号子，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个搞那个码头号子的，可能他熟悉的过程，对，他要比较时间长一些。对。他那个真正的码头工人，他没有一定格式的。对。他是随唱的。对。我们那个传承人，随机的他、哦、哎，80多岁一个老师傅，他那个他前面唱一段。后面唱一个，接着唱的话，他那个调轮他就不一样了。哦，换掉了。换掉了。我说跟我们那个，我们觉得我们的歌谱拿出来和他那个唱，根本就是两码事。哦。切不到一起去，看吧，有许多人呢，他那个都很忙的，他们呢有些呢也都是因为每个那个街区里面、社区里面时间不一样，对，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也都是哎各有各的事情，还有。活动他们也都是参与那个一些合唱队啊、演出队啊、嗯、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每个人你看这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社会团队活动了、啊、唱歌的 他自己单独还有，哎，还有，那你这个聚到一起也不容易的。哎，是不容易，因为我们那个一个街道不可能的，对，一个街道他不可能有十几个人他把这些人都召集在一起的，他那个有音乐感呐、啊，有那个会唱呐、啊，对，一个街道没这么多人，就是其他的街道过来，但其他人呢、哦，他们也都是那个有团队的，对，都是合唱团，要看时间，对吧？哎，以前住在徐家汇的时候，那我知道，哦，嗯，我倒知道有湖北人，每天回来都喝酒，买点卤菜，那是50年代、哦，喝点小酒，哎，喝点小酒。我那个外公嘛，他也是在码头干过的。嗯。他是那个帮人家仓库里面那个进货，他用那个老虎车脚，就堆货的什么东西，他也干过。他也干过。哎，但是我们没见过。哦，没见过他干活。具体没干过，没看见过。嗯。他妈用他用那个，你看原来那个16铺那个码头的，他那个仓库都是很大的。堆东西，货站呢，就是，哎，货站他来货了，他把那个货背上来以后，有些人就背出来的。你看我那个宽宽的咖啡的那个布啊，他就搭肩布。哎，他那个有些擦汗的是吧？啊，擦汗的吗？可以擦汗，还可以搭肩的，搭在肩上面，垫点东西，垫上，哎，他就可以背东西的。哦，他起这作用。哦，你知道吧？他们中搭肩部哎，都是又长又宽的，很厚的。天冷嘛，还可以绑一绑身子，可以遮暖，遮暖，对吧？保暖。哎，有货来了，一般的垫一点，朝肩膀上一搭，他就可以背东西。这种码头工人一般是在几十年代呀？当时20-30年代。那是解放前吧？30-40年代都有，30年代。30-40年代后面陆陆续续就没有了嘛？
的。后面到五十年代还有，哦，但是少了。哦，少了。因为随着我们那个国家嘛，它那个建设好一点没有，后来就码头，就直接用机器了。机器嘛，机械的那个吊车啊，什么小型的，对，还有那个最初的就是三脚架一样的，就在码头边上像个吊车，那葫芦摆上去吊上来也有。后来嘛就吊大的吊车。对。像行车一样的，行车一样的嘛，对，开过来开过去，它那是以后发展的，那每个码头区域它都有啊，它上岗九区、八区，哦，又分区，大的是叫港务局，下面分各个小区，哎，对，大的是港务局一个总的那个称呼嘛，它是属于港务局领导的嘛，但是它港务局底下有许多的港区，